成天在这个车不行那个车不行的，你有车吗？啊，一天天就装个假大哥，你那车搁哪呢？给你的好朋友买朵花吧。这孩子，你去找他，天天骑虎不拔犊子。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啊，一个个都买不起车，还看不起这个，看不起那个。互联网人均法拉利起步吗？真狠呐！咋的？羡慕了？嘿。还小孩好哈，一天天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，看个动画片就能开开心心一整天。嘿，我小时候也这样。我啥时候要是能开上跑车，这辈子就值了。你不是说你娶上鲍姐就值了吗？是值啊，但不冲突啊，职称加值，双值。那我带你去体验一下超跑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是真的。真的。真的要哥，真的、啊，怎么样？这声浪怎么样啊？差事儿吗？不比那狠啊？用你领我上 QQ 飞车里体验超跑、你们拿我当蝙蝠侠呢？我上哪给你整跑车去啊？这孩子怎么一天天异想天开呀？我靠，这什么鬼？这怎么还有个懒羊羊呢？这是喜羊羊 IP 和 QQ 飞车手游联名了，你刚不还在那感慨童年吗？给你来个儿时加超跑的双重体验，还不赶紧感谢我啊。这顿饮酒这车你开吧，你开有事儿。过去了啊，33元，你等着。哎，就买一朵花吧。